生妹才打中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是学生妹。对啊，你是学生妹啊。一个战斗的姿势，好吧，我们摆一个拳击姿势，好，可以拳碰拳嘛，好吧，以拳会友，拳碰拳，现场的媒体朋友也可以稍微捕捉一下画面。好的，谢谢两位贵宾，也谢谢严执行长，可以回到位置稍微休息一下了，谢谢两位。哇，我非常你是 school girl 哎。这样子，学生妹啊，学生妹才打中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吵死！我是学生妹。对啊，你是学生妹啊。感觉很烂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啊，我买的。好像差不多哎，没什么用。OK, 感觉不错。